Hello，你们好，我是小杰。你们知道5月1号飞车手游都给大家带来什么福利呢？我今天就来跟大家讲一下。首先，五喷 A 车全名宋永久，没错，他就是帝王，跟月光女神获取的方式一样。在这同时，也迎来了 S16 赛季的到来，小伙伴们都会急急忙忙的去冲分呢。不过新赛季的排位赛可都是魔鬼哦，千万不要去尝试。跟着五一漂移节的登场，也迎来了鼠年限定系列，期待已久的鼠年限定 A 车终于来了，华丽的车身闪亮登场。它的名字叫做神风玉堂，抽奖的方式呢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的。这么多奖励堆积在一起，是真的香。摩托车、滑板、宠物、服饰、宝宝，还有赛车皮肤，大家看着会不会有一点点心动呢？反正我是心动了，不过我呢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但这个该评测的还是要给大家评测的，大家请放心。大家看到现在可以发现，我用的一直都是天鹏，这是去年的猪年限定 A 车天鹏。这一辆车给我的感觉不是特别好看，当你开起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是真的舒服啊。这一辆车手感特别舒服的原因呢，就在于它是一辆转向车，然后它的小喷呢动力是非常强大的。至于转向车的话，在每一个弯道你出弯可以特别的快，可以在不经意的情况下直接就是一个双刹弹射，直接就是拐过来了，而且减速呢也是特别低的那种。至于目前为什么没有人使用呢，也是因为一代车比一代强嘛，况且现在还是雷诺的天下，它也撞不动雷诺呀。